你到底想去哪儿？不知道。那等你想好了，我送你去。香吧，皮蛋瘦肉粥，西湖卤饼，两个咸鸭蛋，快吃吧，我刚从外面买回来的，不吃就凉了。我不饿。不饿也得吃点儿，胃暖心就暖了。我知道岳父大人为什么当年那么风流了。看错他了，不过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让你跟我在一起了，就是怕我跟他一样呗。可惜啊，可惜我现在遇到了你，想风流都不行喽。你能过来陪我坐一会儿吗？我来了。好了，没事啊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哭什么。不都说女人眼泪是排毒的吗？我看看，到底有多毒。哎，谢谢你，潘老师。不客气。你会在这等我吗？我今天只能把你搁在这儿。但是，如果你以后没有去的地方，可以回来找我。那我一定会经常来找你的。随时。就是他，对吧？陈硕 ，CEA 董事长，我已经找到他了，他已经结婚了，有个女孩。叫做陈一新，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现在我把事情搞大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找他干什么呀？他是我爸。我为什么不能找他？我跟你说了，不要找他。别说这些没用的。我现在问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干什么？咱们得走。去哪儿？
是你妈，我去哪儿，你就得去哪儿。听话。这么长时间来，你一直在躲避，你害怕他见到你，你害怕。干嘛走啊？我不。大哥，干嘛走？我不走，我必须走，我得走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我要走。蛋壳不会来了，你还做两套衣服干嘛？他会来的，不过这两套衣服我还真正按照姐妹款去设计的呢。都三点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一趟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你回来的路上能帮我带十个这样的扣子吗？白底黑花。我试试吧，我搞不懂你们这些破玩意儿。走了，走了。前天晚上跟你说过，我要向抛弃我和我妈的那个人讨回他所欠的一切，所以今天我来要账了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的房子，你的车子，很多车，我要你的一切，你拥有的一切。可以。我要你的公司，你的股票，我要当你的继承人。都可以安排。你最想要什么？我。实话告诉我，你最想要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么多年你都没想过想从我这儿要什么吗？只要你说出来，我就给你，我保证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其实我最想要的是，嘿，你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苦涩主要自己扛过。哦嘿，依赖过的承诺都是会融化的糖果，你已是藏起软弱，在奔跑中去放声的高歌。哦嘿，你眼中的明澈依然是孩子般的光泽。我们你吃吗？我的牙不行。别以为你装可怜我就不原谅你。那就不原谅呗。那就好，那我就没有负担了。不过说实话，今天这几个小时我觉得您对我还挺好的，我真害怕我自己会原谅你。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明白了，对于过去的事情忘记比原谅更重要。你跟我妈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早就忘记了。
对于过去的事，现在想起来，整个是一个童话故事，睡前故事那种。没错，睡觉以前讲给自己听的故事。那讲给我听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男孩，是一个大企业的继承人。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未来无法掌控，就连婚姻都是家里安排好的商业联姻。但其实他深深爱着的人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。那个女孩长着一双特别漂亮的眼睛。那片酒就成了他俩爱情的象征。但是渐渐的，面对艰辛的生活，暗淡的未来，男孩扛不下去了。后来他还是走了，他选择了商业联姻，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。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走，那个女孩也活不了，走是对两个人最好的选择。很快他获得了成功和地位，他至少可以保证那个女孩过得很好，每年寄酒寄钱给那个女孩的日子，就是他们两个人私自在小教堂结婚的那一天。这个婚姻没有任何认可，甚至也得不到法律的认可，但他不会忘记，这酒不是为了让女孩对他不离不弃，只是在倾诉一种思念和遗憾。阿伦，来吧。啊，过来帮我一些。哎，阿伦，你刚才看见我那
回来了。看见我那个粉颜色的那个线了吗？挺好看的。是这个吗？啊，对对对。一心，吃饭合适哟。我看要实在联系不着蛋壳的话，咱俩就上了。行。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今天应该到挺晚的，我们必须把这两件都做完，明天就比赛了。那我就明天早上顺便陪你去比赛。嗯，一心，我将来要是找个男朋友的话，首先呢，他就得支持我的梦想。我要是做酒的话，他就愿意帮我摘葡萄；我要是想做三明治的话，他就愿意帮我切西红柿。无论事情的大小，首先他必须得支持我。没有支持，哪来的爱呀？大功告成，收拾东西。你醒了？嗯。你们怎么起这么早？我们是一夜没睡，终于把两件衣服都做好了，马上要去比赛了。你在这陪了我一个晚上，赶紧回家睡觉吧。我得陪你去参加比赛，真的。嗯，那走吧。哎，艾伦，你怎么换滑胎了呀？早就换了，因为这车空间大呀。那怎么放？那立着放行吗？哎，这样更压坏了。叠起来不就完了？不能叠，这都是用羽毛做的，不能用一点点压痕。那怎么办呀？那要不这样吧，我跟黄恋，我们两个一人抱一个，跑去学校怎么样？跑去学校？现在只有20分钟了，这离学校那么远，你们两个要是能跑到，早就破世界纪录了。干嘛呀？我骑车把他们带过去。骑车？骑车怎么带呀？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你们坐艾伦的车先走，20分钟后学校见。嗯，行了，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那好，7点半学校见。还想着蛋壳能来呢。糟了，一心的服装比赛。
吃不下去您的早餐。我是在哪儿啊？您在家。家？谁家？陈总昨天晚上将您送回来的，您一直昏睡，肯定忘记了。蛋壳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不来都算了，黄恋怎么也还不来啊？咱们的衣服都在他那儿呢。他一定会准时到的。喂，艾老板，啊，我一会儿就把货送过去。啊，我的货呢？啊，马上，我马上把它找回来。看不，挺好的。哎，不管他，行，咱们走吧。哎呀，我去外面等。小帅哥，喂，别动，喂，这是你们的熊吗？不是，快回家找妈妈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家一心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！我反正一心肯定是冠军。哟，一般生了别人气的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嘛。赶紧想办法。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是上届冠军陈一心。他这一次的身体排量是五斤内，用同一种造型的两种。你尽力了，我对自己好失望。
所以一切都好失望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看见了一个心怀真挚、孤军奋战的女孩。就算有天大的困难，就算没有人帮助她，她依然能够坚持下来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她曾经享受过荣华富贵，但也为了爱情一贫如洗。她被夸奖的时候不骄傲，被诋毁的时候不气馁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女孩才是真正的赢家。每天都起这么早啊？哦，每天8点钟上班，吃饭吧。嗯，不吃了，我得走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回来了，我得回家了。谢谢你这几天的款待，不过我还没有原谅你，但是你在我心目中已经没有那么混蛋了。以后有机会再见吧。其实，你可以住在这儿，这也是你的家。什么？我说，你可以搬过来住。搬过来住，跟你啊？我不是你爸爸吗？那我考虑考虑呗。黄恋呢？怎么今天我先到了？不知道。我给你打一电话，看他到哪了。不用了，我刚才都打了好多了，他都没接。那好吧，我们等他一会儿。
你来干嘛？工作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快递员丢了客户的物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我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？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明白吗？还要赔偿客户的损失。我没给别人带来任何损失。你被解雇了。算了，不用了。今天是你先到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你这几天去哪儿了？哪儿也没去，随便逛了逛。你去见爸爸了？所以情况怎么样啊？就那样吧。以后我得叫你妹妹了，对吧？上次射击大赛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朋友呢，对吧？对吧？我爸对你怎么样啊？他平时脾气很凶的。你爸挺好的。哎，杜山，过来坐。嗨。你们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哎，同学们，这本书看了吗？全世界各地的酒庄都有介绍，而且还很详细。挺有意思的。这一刻，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尴尬，是喜，是忧，因为发生在我和蛋壳之间的事，超出了我们的。别再故意拒绝了，以后呀，我们跟你混，咱们学校的焦点人物也该换一换了。就是嘛，跟我混啊？跟我混只有一个条件，现在立马从我眼前消失。滚！算了，走吧，人家蛋总啊不待见我们，上课去了。有谁了解这瓶酒？可以先说一说。
一心。嗯。牧童的年份酒标总是非常特别。这个酒标是毕加索的名画，名字叫《酒神记》。一心说得很好。1973年，牧童酒庄经过长期的交涉，终于取得了毕加索《酒神记》的使用权。作为当年的酒标，也由此晋升成为波尔多的一级酒庄。那么，大家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成功。听话。蝶变。我说你俩 Discovery 看多了吧？什么蝶变，什么进化的？大家说的都挺有意思的。但是这瓶酒给我的感觉是，它代表着称职、转折。转折就是有好有坏，有的一跃龙门，有的直跌谷底，有的时候它也会让你们彻底颠覆。其实1973年并不是葡萄最好的年份，但是穆通斯川尔的却用毕加索的画使它成为了非常有价值的一瓶酒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要正确地对待转折，只有用良好的心态去寻找最佳的一种方法，其结果一定是最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了？来买酒啊。73年的木头。你不是说这酒意味着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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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值？称职。哦，称职。转折。啊，所以我一下课就挂了。你还真是个好学生。那是。啊。我跟您说啊，我最近发生了好多好多，那叫什么？嗔职。哦，嗔职，正想跟你好好聊聊呢。哦，对了，晚上一块吃饭吧，8点明德酒会，怎么样？你父亲那里？嗯，他也在。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约的人又不是他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去的。那我等你哦。今天实在太巧了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吗？等一会儿吧，我们还有个人没到。不用等了，他又没接电话。我们这里新推出了英式早餐，培根烤番茄配麦芽片，8折优惠，尝试一下吗？嗯，好，我就要这个吧。你不是不吃燕麦吗？我没有啊。烟熏三文鱼、土豆饼，还有美式咖啡2份，刚才那个不要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干嘛点你自己不喜欢吃的？最近解手惯了。你们最近有困难？也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黄恋他好像压力很大的样子。他是在努力想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可是我真的不需要啊，
我觉得就这样跟他在一起，就算平平淡淡，也不错啊。你这么说，好像对未来已经放弃了希望似的。别这样，有我们在，你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嗯。